你看完了吗？没啊，怎么了？那你现在快看一下。 当红女演员凯西于今日上午在公寓自杀未遂，现已在市医院抢救。据传言 ，凯西 自杀是因为前日爆出的负面消息。前几天还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自杀了？不可能。还有微博。是。行了，你们都别看了，走。怎么回事？凯西 为什么想不开要自杀？不会吧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。 不是我，凯西 自杀绝对不是因为和宋大川夜会的曝光，对，不可能，凯西 不会因为这么点事自杀的，不是因为我，绝对不是。看到新闻了吗？开心吗？ 别去管什么宋达川了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当演员，千万不要当演员。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什么日子呀？今晚恶作剧之吻两集连播，我可以看80分钟能不能成了。前两天你们还在追吴尊嘛？都追啊，又不耽误，反正都是一个组合的嘛。 喂，你面前有一个这么闪闪发光的大明星，你还跑去追电视上那些啊？嗯，是是是，在我们漫儿面前，那些都是十八线。我干嘛呀？我锻炼臂力。你没事吧你？没事啊，很轻啊，走啊。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主要是我吧，长得太帅。 用你这紫色书包挡挡桃花运。太自恋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。走，我们买香菇肥牛去吧。好。哎呀，你真的不看一下恶作剧之吻的吗？可好看了，而且你可以练习一下演技啊。喂，弄什么神呢？书包给我。你干嘛？我。 十字绣，十字绣就十字绣呗。那你答应我了，今天晚上就得看。我知道了，但我觉得炎亚纶更帅一点。亚纶也很帅啊。嗯。 我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 他说的车在哪儿呢？于明，你混蛋！赔我书包！你不要。
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不要再想着做演员了。你怎么管这么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试镜消息，打算去试试。试镜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我高二的时候才没有出去试过镜。那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在我们学校门口又看到了一则新的试镜消息，我准备去试试看。说不定你要感谢我，那你提前当上女主角呢？你疯了吧？门口的小广告全都是骗子。我去试试看，怎么知道？你不懂，娱乐圈的水深得很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根本就应付不过来，连我都应付不过来。做演员这个剧本不是什么好结局。就你懂得多，少烦我。什么好结局？我就是美丽的丈夫。凯西的事你知道吗？你还知道凯西的事？现在每次都在紧急处理这件事儿，我还忙着出门办呢。爸爸，哎，你不是我的经纪人吗？怎么也要管凯西的事儿？大姐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你需要我跟谁，我就得跟谁。那我的事儿呢？那你自己去跟公司说呀，找我不好使。可是我。张鹏飞报了摄影员是。拜托拜托，快跑走！摄影与暗示，不可能，十字绣。我看，他去不去？不去。老师不会把我们仨分开吧？不会这么倒霉吧？问那个付耀颖，他们说毛巾。哎呦，我去！看你表，乱了，桌子太乱了。这么说，咱们仨表都挺好的，所以我们又能在一起了。来踢足球。他，哎呀，大哥，我去忙。十字绣啊！十字。那绳这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报十字绣？哎，你会不会用这个怎么弄？不知道开关怎么启动，我是怎么开不来？快点快点，那个去名山车站等下飙车了。哎，给我一下，这边开。
真的是我的幸运星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情报不准？我的男神怎么就这么巧就来了十字绣班呢？你说他该不是为我来的吧？七，他该不是把我的名字刻在了头发上？男孩子还是学学摄影吧。嗯，马星也报十字绣，嗯，他是可以细腻一点。我真没想到你赵曼儿会选十字绣。想不到的是你吧，马星爷，你一大老爷们选十字绣还好意思说我。我怎么了？虽然我胖，但是啊我细腻。对，不过学摄影也挺好的，于明他们现在在外面撒欢拍照。哎呀，怪不得教室这么清静，看来选十字绣还是挺明智的。你俩什么时候什么愿啊？多少女生想跟他一个班？那希望他们赶紧把他带走，不眼不见心不烦。你不懂这个啊，在剧本上叫欢喜冤家，老套路。嗯，快闭嘴吧。哎，对了，马歇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你把手机借我一下。我手机上实在没收了，你忘了？你要手机干嘛？我想去试试。你要逃课啊？你还敢再大声点吗？我也想去。你好好待着，我仔细想过了，咱们这逻辑课起码要上一周吧，而且师太这一周也管不着咱们，这儿的老师也不认识我，我就出去两天应该发现不了。你要是去了谁帮我喊道啊？又要帮你喊道啊？我现在就去找张海飞，把你的臭毛病全告诉他，偷吃东西了，照小镜子了，两天换了仨男生。一日为姐妹，终身是姐妹嘛。哎，你呀，去奔向你的梦想吧，这儿呢就交给我了。 OK。 你要去干嘛？我要去学十字绣。我本来也想报十字绣的。其实我也挺喜欢摄影的。你选的好。那你怎么还报了十字绣？想挑战自己吗？帮我个忙吧，做我的模特好不好？我去拍几张。好吧，就几张啊。一、二、三，笑一笑。一、二、三。老杨，老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中邪了？干嘛呢？
转学生，老师让我教你中文。我教你中文 OK？ 不需要，反正也学不会。跟我读。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。季宇浩，季宇浩，你好了没有？我要坚持不住了。我肚子疼，我想去厕所，你忙吧。你手心怎么还出汗了？你是不是肚子疼得厉害啊？你先去吧。我肚子好像不疼了，我们再拍一张吧。好。墙得有两米高，这摔下去，要不还是算了。翻过这座墙，就是通往戛纳的红毯。我是要去试镜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向我解释。大恩大德，回来再报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老师，你再多拍一组，就一组。拍个照片拍了那么久，导演，我们快拍完了。呀，你好。你好。跟我来一下。哎。赵曼。赵曼儿，想演戏，非常想。导演，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剧。曼儿，这个建组照已经拍了啊，你这个简历呢就先放在这儿，我们有通告会通知你的。导演，我不挑戏，我是。你倒是想挑戏呢，你这简历什么都没有，还想演主角？不能，我知道从小角色开始嘛。简历呢就先放在这儿。我们这有专业的经纪人帮你推戏，你先交800块钱，这是刚才咱们做摩卡的钱。啊，还要交钱啊？那当然要交钱了，你在外边做一套摩卡也得大几千吧？我们这儿给你打折，而且我们这都是专业的摄影师，啊，800块钱不贵。可我还是个学生，我没什么钱。那你有多少？
差不多300吧，这是我全部身家。门儿啊，这个交不齐钱啊，照片是不能拿走的。你想想，这个摩卡的照片，那是你通往成功唯一的路。啊，后边有的是人排队，你要是走了，那我把这个打针的名额可交给别人了。别啊，导演，我肯定会回来的。您就把名额留给我呗。谁知道你会不会回来呀？你要不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做抵押？导演，我只有这个了。哎，你这手机不值钱呀！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快去快回，好吧？嗯，好的。您等我，等着我啊。不是说不来吗？怎么又爬小窗户啊？一定是为我这绣花技艺之高超所折服。赶紧绣你的花吧，绣你多嘴。走了走了，警报结束。来，我说赵曼儿，你咋回来了？这次我是真遇上困难。有什么困难，跟老娘跟兄弟说，看在于明的份上，兄弟帮你了。你不会说话别说话，这跟他于明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怎么把你们两位财神爷给忘了？我掐指一算，在我当明星的道路上需要一些贵人，你们愿意当我这些贵人吗？嗯，干嘛忽然神神叨叨的，跟冷阳销丧似的，什么贵人呀？我有个请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你要是觉得不当讲啊，就不要讲。嗯，当讲当讲，我需要钱，但是我不白要，我帮你们忙，替你们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你们再给我报酬，或者是等过几个月，我跟我妈去银行取压岁钱的时候取出来还你们也行。我们家是小本买卖，你不像郑优美、金宇浩他们家，都是跨国企业。啊，我们家是跨国企业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先说，多少钱？每人200，然后我再去找金宇浩当模特，再找200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说，你们有什么困难？我们好着呢，哪有什么困难？那要不要我给你制造点困难？不帮我写个作文，明天给我。OK。外加一个星期的作业，你全科。生活咋接啊？不帮算了。啊，行，拿钱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。这样呗，你呢？你帮我把十字绣绣完吧，咱们一周以后要交个人作品的。帮我绣完的话，我就有时间专心看男神了。哲伟，你看我像会绣十字绣的人吗？行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好，我帮你绣。真的？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宝。多了，我就要200。说吧，需要我帮你绣什么作品？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我，你们，记住，我们是你梦想的资助者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
你没有给钱，滚蛋，不能拍。靖宇浩，小门，我记得你，钱凑够了，可以进组了吗？进组？谁说交了钱就可以进组了？你把我们公司当什么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如果需要试镜的话，我一定会配合的。啊，先把合同签了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喜欢什么花？向日葵。好好好，来写上向日葵姐姐。导演，这确定是出演电视剧的合同吗？谁说招聘演员一定要演电视剧了？导演，能先把手机还给我吗？你先把合同签了再说。